大姑好早啊！你看谁好早？啊，是我好早，是你好晚。嗯，你今天这么早呢？怎么？我给你打下手，把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就是你的事儿了啊。几个套啊？今天？不知道呢，现在。嗯，给厨子钱吗？给厨子钱？你管你奶要去？怎么厨子钱管我要呢？你比我妈强多了，她白嫖我。白用你那就对了，谁能白用不非得掏钱儿的？这玩意儿你真是，哎，还是我大姑想得开呀。回家吧。这谁呀？回家吧。饿了。咋讲了？姨老抱你呗。来。我们去找妈妈。我说我小姑怎么连瞅我都不瞅我一眼？你没有认识我。来，姨老给你养下来，你拿着喝。哈喽，杨奶奶。哈喽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快乐，咱都快乐，你也快乐。嗯，快乐。哎，咱都快乐才好。今天想吃点啥呀？你说你奶奶能吃进点啥去？做啥就吃啥。就中午还是晚上？中午。就坐到一块乐呵乐呵。中午啊，不讲究吃啥。能把那个小燕做那个花钵拿出来，放哪去？对，不，那个得装上吧，那个得装上，有点馅没装。到哪都是当厨子的命，到哪都是做饭。啥事？今天你应该做。你是孙子，你不该做。就是排骨炖锅，排骨炖锅，一会儿上游去买鱼了吧？买鱼去了，买鱼一会儿鱼往大锅炖吧。我昨天他都要买，我没让他买，今天他非要去买去。昨天买啥呀？你还赶不上今天买，今天买是现成的都好。他说今天买都赶趟的。巧啊！咋这么慢呢？是啊。你乖乖了没？又不认识了。你说他吃饭吃这玩意儿，不是打不开，没打开。我告诉你，你知道大家怎么开？大家拿剪刀从这儿开，你看豁了个口，没豁开呢。来，想吃。啊！扔外头雪堆里头去。不是啊，吃饭的时候啥也不放着是吗？来。啊。我说。再大点声，听不清。完了，刘佳明，亲哥也不好使啊。啊！先把能炖的现在都给炖上。刘姐，到时候一锅就完。大豆饺子。这油都嘎好啊！买点鸡精好的。鸡精啊。哎呀，放不放都行。哎，你们研没研究明白呀？真的，研究啥？这家伙，我这菜都整半天了，这才上。我们不需要研究，只是负责劝就。这嘴一张啊，一开始吃。大家庭，俩俩的上。必须晕啊！你瞅瞅这今天的菜啊。嘎嘎硬，剩下两个菜你们搞定了？啊？剩一个鱼到时候你自己盛来就完事了。行，你的任务完成了。我的任务完成了。小菜，怎么样？服务员上菜。服务员，你又当服务员了？嗯呐。好，好好的。行。能盛出来吗？能。还有一个就齐了呗。哎呀妈呀，我看我这水平还真一点呢。我给你拿漏勺，拿罩里，大姑。不用，我豆腐不用。炖的多带劲，跳板的汤。来，生日快乐！跟那个啥。来，哎呀妈呀，快看看这大蛋糕，
漂不漂亮？漂不漂亮吧？给我嫂子做的啊！太给力了，这一个看看，哎呀，这家伙这个太漂亮了，看看。来来，奶生日快乐！哎，快乐！来，老妈，来，生日快乐！哎，咱俩都快乐啊！嗯，祝福老罗先。祝我老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快乐，快乐。嗯，刀哥，非得得了呗。妈，给你整个啥？给你整个大寿桃啊。妈妈，不，那个得热一下。这个一会儿摆完了，你们要吃的话，你们就给热一下。嗯。啊。啊啊，凉的。凉的，这小样给你做的。啊。嗯。哎呦。等谁呢？这呢？谢谢啊！最多的你看谁都不顺眼。谢谢我们家小燕子，我们家小燕子，南方的燕子，北方的燕子。嗯，想啥时候过来就啥时候。你吃哪个了？来来来，吻一个。哈害羞。哎呦，害羞了。哎呀，好了。不是，他全是手捏的。这个小花压的，剩下那些玫瑰啊，那些鱼，还有那牡丹，全是手捏的。桃，底盘全是手捏的。来个桃，来个桃，来个桃，来个桃。哎，锅里是不是还疼？你等一会儿吧，等一会儿，大哥，等一会儿给它拆下来吧，全拆下来一会儿。锅里是不是还藏着东西呢？锅里藏的包子。哎呀，我的屁吧，我疼。一会儿给它全拆下来，这个不拆下来不行。包子拿上来炕上，我又疼了点。哎呦我的妈！又全拆，看我能不能抠下来。给我大孙儿疼一个球。哦，你再来一个，要不要？再来一个。哎呀，你快上底下去偷去了！哎呀，啊？叫你下来是为啥呢？你知道机器坏了。坏了，你咋整啊？我也不会修啊。啊？大姑，来。这里面这个，给打开看看呗。打开看看。嗯。那你得给我找家伙事儿。嘎噔，就这样式的。不找家伙事儿。那你这不行啊，你这一般。我给你找家伙事儿啊。这哪儿坏了这玩意儿？知道那个齿轮是吧？什么齿轮吧？你看肯定铁磨的。你上次不都整了一次了吗？上次是浇的。上次是就光浇的油。这次看咋回事？刘姐都烦死了，嘎噔。它能不能用吗？现在？你娘开始说是这个问题。能对付用是吧？它不是这样，那等整坏。哦，这还有螺丝，这怎么用老修理工，咱们家啥都挺大工。这不行啊，这赶不上小燕那个，这一分价钱一分货呀，这没用多长时间。你买这个多少钱呢？这个400来块钱，他那个600-700。啊。就是600-700和400，那差不也太。买俩了哈，他那个劲儿也大呀，他那个压两下就行，这个根本都不行，这个劲儿小，要不然留在这儿嘛，留在这儿没想到你们还用上了，看看嘛，看看里头啥样嘛，看不见，就这齿轮，啊，这个齿轮，他俩，都啃没了，啃没了是吧？嗯。先叫你看看你买的你处理啊，你得联系。那我现在就是联系人家，他人家发货也得3-4天，你这3-4天能不能对付用呗？不行，拿手赶呗，那你没办法，你也不能停，因为这机器我还停了。那倒是，那我现在我到时候联系他呗。嗯嗯，那两个小轮我知道，那两个小轮我知道，一会儿把照片给我拍下来然后发给我。啥呀？停啊，他到那块都咯噔咯噔的。它齿轮咬进去啊，往里头咬外去。照镜子，它倒着它，你看它倒着它就咯噔咯噔。再看看，你看，嗯，对，它倒着它就咯噔咯噔的。啊，嗯，但是咱这没有吗？咱这没有，只能换了，只能从它那整是吧？对呀，咱这哪有生产这玩意儿的？哎，我今天你怎么偷摸的就来了呢？停道边，你怎么这一会儿又拐这来了呢？啊！机器坏了，这家面的机器坏了。啊！你这咯噔咯噔咯噔，能对付用就行，先对付用吧。我说对付用不行，你该卡的那个地方你不卡的那地方。不是，他计件得计3-4天，这儿来再说，先对付。咋就到这来3-4天呢？叫他联系人家。妈呀，这偷摸在后头也不吱个声儿。那还有一个呢，
看你妹妹，咱立正了。他怎么在立正干啥呀？怎么吓你一跳的呀？那你们来怎么也不吱个声儿？哎呦我天哪，真是！看你搁那钻研呢吗？是吧？我今天下午老多事儿了，我还得去买个管，买个管给接上。哪个？那不人家漏水吗？啊。哦，去买个管整。我唐叔那灯啥时候来呀？他给你买的啊？啊，他从网上订的呀。你问他上班呢。灯没安，管没接。你那屋造的老那啥了，我这整不来。找你大姑。啊？找你大姑给你接。你找我大姑，他也得有那灯管才行啊。那卫生间呢？就是卫生间，现在卫生间俩玩意儿没整完呢。我那天我寻思你自己能不能整吧？灯整不了，灯底下那能整？没有自信。啊。灯不行。行。那你们过来啊。娱乐明天。咋的了？在家睡觉呢，没空我的。没空，马小敏老都多长时间没看着了？就是啊。我也老长时间没看着。那你当老了、哎、我从打针我说一直没看到他，这第我一个月了。哪天带过来玩儿？明天啊，明天回来搁家睡觉呢，要不然我能撩出来看你看死死的，哎呀这屁股后边走一步跟